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专家老师你好，老师好，哇，这些独角仙也太酷了吧，这都活的，对，是活的，这是假的了吧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独角仙吗？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首先打开这一出哦，这个是那个赫克利士终极大魔王。赫克利士，赫克利士，打电动看过。对 对, 對，甲虫王者。对，没错。哇，帅，我懂。他现在在做攻击的动作。他觉得受到威胁。他攻击是跟螃蟹一样会夹一样啊？对，他的话就是他的头角像独角仙可以往上。镜像状。哦。然后夹到的话，其实他力道还是算蛮强的。会飞吗？可以飞，可以飞。那你像他们飞走吗？不会飞吗？其实他们夜间的时候比较会飞行，他们算夜行性的。那我们的话，现在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要怎么做触摸的动作。对，他们还在长大吗？他们算是外骨骼，就是说他们是透过幼虫的基母虫来做成长的。它出来之后，你看到这个就养到阵亡也是长这样子，不会改变。OK， 那先来。基本上到那么大？哦，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大概是100多公克至200公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可以来做触摸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个地方很危险，就是你看中间这个缝隙哦，是像指甲剪。好，所以说摸到的话，它瞬间抬起来攻击的时候会夹到。夹住哦，对，不要摸那边。那我们等一下摸哦，很简单，我们将往上这样子。触摸感受一下，他是不是常常被摸，所以他的那个地方特别光亮，已经有抛光的，也打蜡过。其实他的话，不摸的话也是算还蛮油亮的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他这个有。那我可以选择不要摸吗？我也可以。当然可以啊，那不过我们大家愿意的话，都可以来摸摸看。哦，那有没有想要摸的？讨厌，讨厌。好，来，草爷，你有养过这个吗？独角仙没有，但家公司的外面常看到。哦，台湾有。外面啊。嗯，可以摸摸看。好，你梦想是这样吗？这个硬壳啊，像螃蟹吗？类似什么感觉？哦，就是它硬的螃蟹，哎，其实就是冰冰的吗？没有，没有冰冰的，没有温度，没有。还有要尝试的吗？大家都可以摸看看。要尝试可以摸，不，那个太危险了。它不会咬啦，就这种不会断，我们试过。你就摸上面啊，一定会痛。它弄不到。它夹住会痛吗？它咬不到。它的话就是说，一般。我觉得他那个脚步，你动他，去他咬我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，我帮你修理他了。用车，用上面的，这样子，一摸成主顾，试试看吧，试看，叫没有那么恐怖，没有那么恐怖，你没敢，还有黄花的，就这样，他会怎么样？他又不会怎么样，他又不会，他不会夹，不会夹，对，那边夹不到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他只有这个头夹，他把。突然转头夹这样子，像那种螃蟹，对，像螃蟹，蟹壳，蟹壳的感觉。昆虫我看就好了。好，那还有要试的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会，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下一只，准备要下一只喽。好，下一只赫克利士嘛。那这只叫什么名字？这只叫大象，赫克利士，大象，好大象。哎，我们会不会是要记他的介绍名字啊？赫克利士大象，哪些昆虫？好，走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话要前往下一处了，我们就这样触摸竹节虫的部分。可以，他现在是吃什么？这个是果冻，果冻。那你们上面摸那里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怕。不是，我就是很讨厌昆虫这个东西。哎呀，他其实还好了，他这个不是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讨厌昆虫，你现在摸这个完了之后，就吃它一样的感觉。螃蟹，你就把它当螃蟹壳。我就很讨厌昆虫，这边像蟹脚这样。我没有勉强，但是请你摸。有，它是昆虫。小拇指，你不要到中间。我到底要哪一指？食指。摸到了。好，我们都有摸，我们都有摸。这个叫什么东西？赫克利士。他们都有摸吗？大象。那我们前往下一关。他只有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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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只
我不行。好帅哦！这我不行。好，他不会攻击人的。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竹节虫。哇，他好像异形哦！会咬人吗？对，真的不咬人。干嘛？他好像……他现在有点警戒。你们要警戒？什么叫警戒？两只手伸起来，他会咬你的手。抓他的话，他有点害怕，然后他会做一些反应。喷毒液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它尾巴会刺人，它的嘴巴会咬人的。好，这个尾巴哦，模拟成很像蝎子，对对，假的。那事实上这样子会不会受伤？不会，是它会受伤。其实你刚没碰到哎，哎，轻轻的，有轻轻的，动没有？哎，跟你讲不会啊，然后其实自己很怕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会跑走吗？这个太肥了，那可以轻摸，轻摸，大家都给摸摸摸看。它好漂亮哦，好像竹子哦，哎，对，没错，好像竹子的触感。啊，摸摸摸。草原还没摸，草原还没摸，我只要竹子的树感，对，其实竹子蛮像竹子。每个人都可以抓抓看吗？他长哪？可以放在手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为什么他有这样每个人？不能放在衣服上啊。他就这样。给我夹住哎。让他过去啊，对，我等着夹。然后他会过去，来来来。他会一瞬间，然后往衣服里面冲。奇怪，螳螂不会那么快，不会那么快。被蟑螂爬过，我会有阴影。他跟螳螂是同科的吗？哎，好可爱。他这个不算是螳螂，他好像异形，他算是竹节虫。好可爱。好像螳螂，竹节虫是草食性质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这一只是吃了我们的芭乐叶、谁要谁要芒果叶这些。那它会飞吗？不会不会，这个翅膀好痒哦。哦，竹节虫，对，它帮你按摩。竹节虫吃芭乐叶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绿胶，绿胶，绿胶竹节虫。绿胶竹节虫，可以可以，生物链，那我们稍微把它瞧一下。它很像吸盘，吸盘，对，它是一个小吸盘，对不对？它不是钩子哦，它是吸盘哦。它的话也有爪子，啊，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爬那个玻璃，爬玻璃它也可以，可以。它这边很像小吸盘，对，它有一个小吸盘，哦，好厉害哦。对，它有一个小吸盘，你看。所以它吃竹子？啊，这个不吃竹子，芭乐叶，芭乐叶，芭乐叶 ，OK。它叫绿胶，绿胶。还有人要体验吗？绿胶有六只脚，谢谢。还是每个人都要爬一下，还是每个人都爬一下。蹦着想吃，蹦着想吃，还是要爬一下。一秒都要拿起来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放了就放了，会受伤的。他会受伤吗？等一下，是竹节虫会受伤。他什么虫？他是咬人呐，这个意思。不是，我就是很，他只会钻到皮肤里面，我也不行。他不会咬人啊，他只会钻到皮肤里面。从我这边，然后你手放这边脚，然后他会慢慢爬。这是什么？他会怕转弯，就是不是，你先放在上面，你这样，有我们都有摸啦，我们都摸啦，那你要摸还是抓都可以啊。其实他的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可以。他不走，他感觉到我的害怕，他感觉到我的害怕，他爱我，因为他现在定格了，对他盯住哎，他不往前，他会不会平板突然放晒这样？抓起来。对，要运气很好才会遇到。我怕我捏太大力，它会爆掉。我也不知道，对对对，它就那个。对，可以这样抓吗？我可以轻轻把它脚爪子解开。哎，它你这样子。我刚刚就想这样抓，可是我怕我太大力。哇，断掉！好，好，断掉！啊，算了，干嘛？好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我觉得摸，因为他刚刚讲说去下一个，看下一个。现在要介绍的这个就不是蟑螂，这个算是昆虫的天敌。那这个是攀木蜥蜴。攀木，那我先抓一只出来，给你们认识一下。它会断尾吗？它会断尾吗？这个不会啊，不会断。这是台湾原生种吗？哎，答对了，说厉害。因为我们在台湾常有看到类似的，它会咬人，它会咬人。我们只要不要靠近我们嘴巴的部分啊，你摸背啊、尾啊这些是 OK 的。它会转过来咬我吗？不会不会，我会控制好。对啊，请相信它的控制。大家会抽烟吗？大家可以摸摸抽烟，大家可以摸摸看、抓抓看哦。抽烟可能是一些，它视线有死角吗？然后它的话不会转过去，不用担心。不会，它现在因为它在拉它的，我轻轻叼住它，因为它刺刺，它像木头刺刺的。因为我们要顺着摸，比较不会粗的感觉。对，不能动。这个不会，你不要摸到它的嘴巴。哎，蜥蜴不算昆虫，那算什么？昆虫的天敌。天敌吗？对。昆虫要六只脚嘛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那八只脚的。有些像蜘蛛啊，蜘蛛节肢动物啊，多摸一点会不会比较多分？感受一下，
有，我们都有摸了，摸很多下。梦者要摸摸看或抓抓看吗？我有摸啦，我刚刚摸了。有要摸摸看或抓抓看吗？可以抓吧。我觉得他在骗我们，没有，他其实都没事。因为他就是，你看越怕的人，他就越叫你要摸摸看。对，我刚刚有摸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都摸过了、啊，好像没看到梦者有摸。有啦，没有拍到是谁？是潘西。超长，如果要上，尾巴要抓着，尾巴要抓着，抓的时候尾巴要抓着，这样子，不然逃走。那要叼住、啊，好细看细，他叼住了。哦，他跑的时候就很难抓回来。这个人是你养的，好适合你哦，对啊，是你家后院的。他被按摩的很舒服。你要抓吗？他快睡着了，他有在享受哦。你要抓吗？你要抓，他不会咬人的。真的啦，是你关系，是我好事还是？你抓好了，抓住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外星人的模拟都是用昆虫来去做？那我就去想一下。对，好大一把。那谢谢老师吧，谢谢。先生，老师贵姓？我姓陈，陈老师，老师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我先出去。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